是不是新生成跟这边来看是一张相当盛大的交接典礼？这是江宜市警察局在二十七号是来举行的新任的副局长朱立斌市督察长的报答及新社任分局长的联合交接典礼，由江宜市长涂新泰亲自来主持。基本新任的官员要致力推动着江宜市的治安、交通、各为民服务的工作，来提供着民众上佳优质的治安环境。嘉义市警察局高阶警官主管人事，又阁有六项人事报答，由嘉义市长涂新泰主持进行报答交接典礼。嘉义市警察局副局长林定春在这波异动当中，调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督察，依法由嘉义县警察局主任秘书黄水廷接任。秘书黄水廷调升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授予三线一星阶级章。副局长陈世宝调升桃园市政府警察局督察，新任副局长由基隆市警察局主任秘书张启祥接任。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授予三线一星阶级章。嘉义市警察局主任秘书调升第一分局分局长邵明仁接任。中央警官学校五十二期。嘉义市警察局督察长由平湖县政府警察局督察长吴在栋接任。嘉义市第一分局由潮州分局分局长苏正敏接任。嘉义市第二分局由西丽分局分局长甘延民接任。报答典礼，嘉义市民意代表以及各界人士与会，市长期许新任同仁就任了后，会当发挥所长，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服务热心、警政主流，致力推动本市治安、交通以及为民服务工作。看来就是整个的新气象展现的非常好，包括各种便民服务的提出，包括行政派出所的推展等等，可以说是做到非常大的好处。我们希望今天来的很多的我们新的同仁，有新人新气象，所有的警察同仁要把民众事情当成警察的大事情，希望新人同仁就任后发挥所长。提供民众上优质的治安环境、上安全的交通空间、上大心的服务，共同打造嘉义市成为一个安全、有感的健康城市。最新新闻，蔡碧彤，嘉义市采访报道。